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午安，欢迎收看《标股及先锋》，我是主持人张怀慈。今天台股开低，最多呢是下跌了大概有一百五十点，不过后来靠着 AI 概念股领先，吹起了反攻的号角，跌幅是慢慢的收敛，中场仅下跌了八点。那明天盘市有哪些变化呢？赶快听你请教专家。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林中祥，中祥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再来是我们的资深分析师严志恒，志恒你好。 主持人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好，周晓老师今天就要请教你哦，因为 AI 概念股今天反弹了，可是台股还没有站回季线呐、啊，所以你要叫我抱长线，我好像有一点点不敢呢。如果这边投资朋友想要做的比较短一点，我隔日冲，或者是我可能当冲一下下赚点零用钱，到底有哪些技巧和 l 波才不会，但造成我口袋有损失呢？好，烧完盘了，一样，每个老师都很准啊。那我跟同学报告。 你要怎么样才赚钱？今天最大的消息是什么？AI 概念股当冲比例超过百分之五十，大家都在冲啊！你不冲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老师，我不会冲啊！我再买了它就跌啊，我卖了它就涨啊，我做空它就涨上去啦，我做多它就跌下来啦。同学，教你一下好不好？来，我在这里跟同学分享这一本叫《当冲技巧》。 当冲技巧，好，我今天先不要讲股票涨跌，我先教你一下当冲技巧啊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大盘，今天大盘是不是开低走低？哎、欸，老师，开低啊、哦，开低跌了大概八十点，最多跌一百五十点，结果收盘竟然拉到平盘，老师太神奇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很神奇？赶快加啦！ 加奈，我就教你。我告诉你，我们昨天创意赚了五十块钱，今天创意赚了七十块钱，收盘又买回来。老师，你不要骗我、欸。同学，加奈嘛，对不对？果真大涨，智远涨停。昨天智远涨停，我们所有同学都有，你有没有？你如果没有，那看我的节目你就可惜了啊！四星。 昨天价差一百二十块，创意昨天五十五块，爱普昨天十四块，啊，今天呢？今天又十四块，<笑>好好笑，两天都十四块啊，不重要不重要。七月营收公布了，最好是月增年增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在这里都告诉你嘛，来跟各位同学讲，啊，这是十五日，就是昨天半夜写的。 当时美国股市还在跌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啊，四新是一八五零到一九五零，创意是一二四零到一三二零，来看一下今天的创意。有的投资朋友叫我神老师，你的高低点怎么这么准？最低一二四零，拍谁？最低一二四五。 最高一三二零，完全命中。我们今天带同学怎么操作？开盘买一三二零出掉，一二七五再买回来，收盘一二八五。我告诉你，昨天已经赚五十五块，今天赚七十块，我明天还要再赚五十块，还要再赚一百块。好，那同学一定会问说：“老师，你不是说要這样当冲技巧吗？” 那你就在讲你的绩效啊，啊，你的绩效就写在这里啦、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太准了。好，今天大盘是不是开低？对不对？我教同学，我我在那个 Light 里面写，大盘开低，你的股票开低，我的股票开低很正常。但是如果开低，九点五分就拉到盘上，九点半就拉到盘上，那再打到盘下。 就是买点，因为它已经比大盘强了。我这里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有教你，买要买比大盘强。同学来看一下，当日冲销看盘技巧有没有？来，导播照一下，当日冲销看盘技巧。好，我要教同学，我带。 带同学就是这样做的，我带同学就是这样做的。好，当日冲销看盘技巧：买强不买不买弱，空弱不空强。评估自有的资金来操作，不打没有把握的仗。买强不买弱，当日冲销当日走势要比大盘强。好，我问你，今天大盘开低。 对不对？它开盘跌二十块，九点五分就拉到平盘以上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开盘没有买到没关系，它只要打到盘下你就买，打到盘下你就买，就拉到一三二零，我有没有写在前面？有，有没有写在前面？那一三二零你就可以出掉，打打打打打，哎，跌回来一三七五，75, 跌不下去，你又买买进。 这里又多赚十块钱，好，那你会说老师你不准，只有创意是这样子，错了。爱普开盘三一二点五，马上拉到三二二，只要打到盘下你就买，又拉到三二六，今天这样子，这样子又是十四块了，啊，收盘继续涨，来看一下，爱普，对不对？爱普有没有看到写在前面？ 好，我再跟你讲，威盛，我昨天有买威盛，继续看下去哦。啊，智源也是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智源今天做当中赚不了什么大钱。威盛，我问你开低，正常吗？正常啊，大盘在跌它开低啊，但是它九点五分就拉到盘上了，再一次打到盘下，你能不能买？可以，从这里拉到这里六块钱，收盘收最高。那你会说老师？ 你讲创意，你讲爱普，你讲智源，你讲威盛，啊，这个我认同。来看一下伟创、广达、技嘉、秦程，好，一档一档给你检验。老师，为什么不能讲系统？我问你，开低拉上来，它有没有到平台？没有嘛？那你买在这里，暴跌嘛？ 对不对？有道理的。星元老师，这个价差不大，这有什么好做的？旗红这个价差不大，双红这个价差不大。伟影，我说伟影外资买一天连三天，这次不做，对不对？价差也不大。你看一下伟影，伟影价差也不大啊。重点，伟创。 开一下伟创啊，这里有伟创啊，好，开一下电脑。伟创是不是开开低正常嘛？他是不是拿马上拉到盘上？那我问你，他比大盘强，拉回来能不能买？可以。今天有一个同学马上敲进去十张，收盘涨停板，哇，高兴的，一辈子从来没有那么高兴过。 真的，一辈子没有那么高兴过。广达开低，对不对？也快涨停板。那如果广达、伟创、季佳、季佳还季佳也是拉到最高、欸，哎，啊，你有没有做？那你加入这个 line 同学，你加入这个 line 你都不敢做，那你真的有点对不起我。你加入这个赖，你都不敢做，那你对不起我。我们今天做了两三趟、欸，哎，同学，加赖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啊，加赖人人数只要超过一百个，然后你打电话进来的，我们助理就会教你怎么做。哎呀，我亲自，我亲自会打给你。 亲自打给你，你比较不会怕。你看一下，加赖的人数，本来这两天就加了一百个，这两天就加了一百个，啊、哦，对不对，同学？我讲的是不是很准？很准。有同学说，老师，你准干他靠别的啊，不是骂人的话。 称赞的话，我知道你不敢做。有些同学，如果不是我叫他做，他真的不敢做，因为美国股市跌，因为他怕赔钱。但是，我亲自打电话的每一个都敢做。我问你，创意五十块加七十块，一百二十块。 今天收盘又买进，又多赚十块，一百三十块，一百三十块，十张是一百三十万，一张是十三万，不多，不多。我们最近有很多同学啊，加纳以后对我非常的信任，我也感谢这些信任的同学，我们尽量努力把你。 做到最好，嘉来尽量把你做到最好，尽量哦，我不敢保证啊，我没有保证一定赚，但是我写的，来，今天让你验证，每一步全部验证哦，我没有写的都不算哦，来，七月营收公布了，四星区间一八五零到一九一九五零。 老师，最低一八六零买不到，收盘一九一九一九零五，没价差，没有大的价差，你就不要做，你都卖走，不做不会死人。一二四零到一三二零，哎、欸，老师，这个我有做，老师准的太准了。 爱普，对不对？三一二，开盘价三一二点五。老师我没有买到，老师我真的没有买到，买到又是赚死四块。啊，好了，随便你的，爱做不做随便你的。三一二，对不对？啊，智源涨停，威盛，对不对？ 摩根大通买了五百四十一张，在一一三；瑞银买在一一二。有没有上去？收盘收最高，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，不要说我没有告诉你。来，金星科等法说，啊，都不要理他。伟银外资一天买三天卖，不追。伟创。 涨停，低买。广达涨停，低买。为了庆祝今天所有同学赚钱，所以你加赖之外，你再花一块钱打电话进来。明天我的助理会通知你怎么做。 今天已经跌不下去了，明天会涨得更多。我们讲话都是实实在在，我没有讲的啊、哦，我没有保证啊、哦，我讲的，我在这里就跟你负责。好，那既然刚才这个有人问到当冲技巧，我告诉同学。 我今天在我的 t a g r 里面，我在 Line at 里面啊，我所告诉同学的，啊，我在这里把它一一做一个说明，啊，我在这里不要讲太多，因为讲太多也没有用，啊，在这里你要记住啊，我们待会兒会把这个讲出来，你赶快先加 Line，加完之后，我再教你当冲技巧，大家都在冲。 你为什么不冲？交完给主持人。好，谢谢钟祥老师的分析。刚刚钟祥老师有提供大家一些当冲的小配博，例如呢，你要买低不买高，而且呢，它的股价要比盘势还要强。在观察当天的量够不够。以上提供你做参考。那接下来更多的盘势分析，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和你分享。 配到标股及先锋，钟祥老师，这段我就要请教你，因为你刚刚跟大家分享了三个当中的小 paper，可是我就想要问你哦、喔，因为你刚刚说就是我们要挑一些有价差的个股来做、喔，因为没有价差没意思嘛。但是呢，价差我们哪看得出来啊？我们当然不知道它会涨往上涨或是往下跌啊，怎么知道有没有价差呢？你要教大家一下嘛。好，我想同学都知道，量价量价，所有的股票会成交。 都是有量。如果一档股票成交量非常的少，举例来说好了，如果成交量只有几百张的股票，基本上它就是不太会动，对不对？你成交几百张，你要它怎么动？你手上买个一张，它也不会动；你手上买十张，它更不会动；你手上买五十张，它还是不会动，因为它没有量。有量有价，对不对？ 所以所有的在这里，当日冲销里面，手重就是量。啊，量要跟前一天比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讲的话不会错的啊。量要跟前一天比，量要越来越大。底部量说好买点高档爆量好出货，对不对？所以加了啊，分享好。那来看一下，今天我们一档一档来做检验。今天台积电。 尾盘的时候涨了四块钱，所以大盘只跌八点。那台积电会不会有什么量？不会，但是跌不下去了，对不对？力旺有没有量？几百张，你当冲，你买个十张，你要冲很难，所以没有，对不对？四星有三千多张，两千多张，价差不大，不要做，对不对？创意啊、哦，那。 创意我没有讲在前面？我有没有讲在前面？创意我有没有讲在前面？这、就是讲在前面，对不对？创意昨天写的，昨天晚上写的。创意一二四零到一三二零，高低点，低点差一档，高点完全命中。爱普三一二，对不对？ 三一二点五，差一档，差一档已经是神了啦！啊，再来看到威盛，你有没有赚到钱？今天有同学在赖里面回复我，他说谢谢，因为他今天威盛虽然没有参加我们团队，但是威盛他有赚到钱，谢谢就好。金星科有没有量？ 八月十七要在法说，不要理他。来，尾创有没有量？昨天十五万张，今天二十万张。那你如果早上你看不好去放空，对不对？认为它会跌下去，结果收盘拉涨停，锁了八万张。那你会造成一个现象：上一次你做多尾创跌停板，违约交割。 今天放空尾刷涨停板，你又要违约交割了，怎么办？我不知道怎么办，怎么做？跟着我做，买强不买弱，要比大盘强。我再教一次，好不好？我再教一次，明天依然是这样。但是如果晚上美国股市大涨，你的股票开太高，不要追哦。 举例来说好了，昨天创意开盘就直接开在一千两百三十块，不是一千三百块以上。只要你去追，它昨天下杀，下杀到平盘，对不对？昨天你很多股票去追，结果下杀平盘。今天你怕，结果拉尾盘，好。 要比大盘强，好，我再教一次好不好？我再教一次，我怕你不懂。来，要比大盘强，看一下。我问你，大盘跌一百多点，开盘就跌，又杀更低。它开盘跌，马上拉到平盘以上，这拉回来就可以买，因为它会拉上去，对不对？ 爱普开低，马上给你拉到平盘以上，再拉回来，对不对？打到盘下你就买，这样就十块钱。啊，你不卖也没关系，对不对？智源，对不对？老师，智源昨天涨停，昨天涨停的股票你今天就不要冲，因为价差没有很大。威盛开低拉到盘上，那再打到盘下，你敢不敢买？ 如果同学敢买，今天价差六块，系统有没有拉到品牌？没有。星云不要讲啊，我这个都自选股了啊，都是热门股。开低拉高再打下来，要不要买？可以，涨停。开低，对不对？你你注意看，这个是大盘啊。 大盘是不是开低走低就拉上来？大盘是不是开低走低就拉上来？大盘是不是开低走低就拉上来？那你的股票如果开低拉上来，低一点未破低，是不是就就拉涨停板？你的股票是不是开低走低？大盘是不是这是大盘嘛？大盘是不是开低走低拉上来？那你的股票是不是开低走高就拉尾盘嘛？对不对？ 威盛大盘是不是开低走低？是不是又拉上来？爱普是不是大盘在破低的时候，它已经逆势拉到平盘以上了？所以它只要任何回到平盘以下，你就买，就拉上来。创意，创意是更准的，因为我创意价钱写在上面了。 因为我的创意价钱是写在上面的，但是伟创、广达、技嘉、秦城我是没有写价位的，所以这个东西给你参考。这个涨停，这个涨停，这个价差七十块，有没有准？同学有没有准？有准不准你自己知道。 我们不需要去欺骗人家，每个老师都很准，收完盘都很准，涨停板就说：“你看我的股票涨停板啊，昨天为什么不讲？有本事就讲昨天呢、啊？昨天就告诉你今天会怎么走啊，对不对？同学，我讲的有没有道理？昨天就告诉你今天要怎么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加赖。 我我我我也只有几只股票有写有写价位了，说实在的，看得懂的就要写。四新有写价位，创意有写价位，爱普有写价位，微尚没有写价位，没有写价位。伟创、广达、技嘉没有写价位，但是这些股票我有告诉你，而且四新一百二十块，创意五十五块，爱普十四块。 对不对？今天爱普依然也是十四块，昨天十四块，今天十四块，两天二十八块啊！创意昨天五十块，今天七十块，加起来一百二十块。所以同学该怎么做啊？我们请主持人讲一下。 好，周翔老师，再来就要请教你一下，因为这 A I 概念股哦，其实蛮多个股已经反弹两天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是可以比较期待它还有续航力，或者是跟现在一样这样短进短出比较安全呢？好，波段的归波段，短线归短线。注意看啊、哦、，A I 概念股死了没有？当然没有，轮流上攻。智源从一百九到四百休息的时候，艾普从三百攻到四百。好，现在智源跟艾普会比价。 所以明天就注意到，今天的爱普收盘价是三二一，啊，那资源的收盘价是三三四，对不对？明天注意爱普就对了。好，谢谢钟祥老师的分析。更多的盘式分析，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《标股及先锋》，我们再会。